咩燈好咧？個頂燈好勁。Hello，Hello， 我今日秉持我開 live 嘅一個，我聽到我上喺出面睇下睇我開 live 啊，喂呀，熄聲啊，好尷尬啊！睇下先，係啊，秉持住我開 live 嘅傳統，今日都係會食嘢嘅。我今日食嘅嘢咧就係、是、噔噔噔噔，個牌子遮住佢先，就係、是、Greek yogurt， 但係咧係超級多嘅生果，之後剩翻嗰啲係我食剩嘅四分一罐 yogurt， 咁我就加咗成盒嘢落去。開心開心，係啊！本身我今朝喺 TG Group 嗰度咧，就應承咗話要著 Luffy 衫，即係嗰只663。但係咧，我又覺得兩套一樣嘅話，個 life 咪睇落去好似咯，所以我準備咗呢個。我今日收到嘅禮物。是一隻兔仔，應該是兔年最後一次見大家，兔年前最後一次見大家。有沒有人是很不喜歡 melody 的？我就是很不喜歡 melody， 我有個 friend 很喜歡 melody， 唔該你啊，唔該你啊。好多水果，大家睇咗 MV 未啊？今日就系我哋 MV animation 版，唔系 animation 版，系 MV 出咗啦。咁就系一个 animation， 好劲噶！我想讲，佢哋话系咩？用咗 AI 演算法之后又。我哋揾咗个我哋嘅排舞老师叫景瑜，佢嗰个人咧同嗰只舞就系佢跳嘅。如果最后有睇嗰个 credit 嗰个 list 嘅话，系啦。首先我想分享一下咧，个 MV 拍之前咧，其实咧嗰个咩啊？嗰个导演啊？個 production 個 team， 佢哋有問我哋幾條問題嘅。然後第一條問題咧就係、是、你覺得自己最似乜嘢動物？你估下我答咗乜嘢？冇獎問答遊戲。咁我就食住嘢等你哋答我啦。好味。食乜食 yogurt？Great yogurt， 歡迎揾我代言，咁我就會將有 logo 名嗰一面露出嚟。草泥馬、牛、恐龍，個 MV 入面有恐龍嘅咩？個 MV 入面應該出現咗幾隻動物嘅喎，貓、老虎、蝦、豬。你覺得邊忽似豬啊？想問一下。唉，吃兔兔 ？No， not 兔仔。獅子哦，有睇 MV 啊？呢個知道有獅子。哦，有人估中咗啊 ！A.M. Ambrosius Sky 池个名系咩意思啊？系啊，我话我觉得自己似大笨象咯，知唔知点解？知唔知点解？睇下有冇人估得中先。河马、天鹅、长颈鹿，嗯，鲸鱼哦，鲸鱼好靓啊！我、哦、是海龟，不过海龟那个不是我，你可以估是哪个我们的队员。
揀咗海龜，係啊，揀咗大笨象啊！食量大，唔係咯，乜嘢食量大啊？啊，算啦，其實我係嘅，我食量大嘅，不過我好節制，我都值得驕傲嘅，快讚我啦！如果唔節制啊，冇咁強嘅自制能力啊，我真係變咗只大笨象。好痛！唔係因為中意沖涼，我好憎沖涼噶，係因為大笨象就係動物界入邊嘅坦克車啦，所以我就覺得好似我啦，冇人唔同意啦嘛，係咪啊？中間有條頭髮，哦呢條，我哋嘅髮型師隔住個 live 都要管理我嘅頭髮。好啊，唔該你啊 ，Fix， 我已經整理好我嘅頭髮啦。OK， 哇，好勁啊！係啊，心靈揀咗海龜啊，呢、這個 Tony Not the Foodie， 你好叻啊！係啊，個 MV 好，下一個聲似似大笨象，大笨象點啊？咁樣可唔可以劇透其他成員係咩動物？這個就交給他們自己啦。大笨象會跳舞的嗎？對，為什麼大笨象要叫大笨象呢？大笨象其實都不蠢。我提出了一個很好的問題啊，大笨象為什麼要叫大笨象？我們叫大象啦，以後空肚講早餐犀牛才是坦克車。哦，其實呢我有個認真啲嘅諗法嘅，即係唔係淨係坦克車我就揀咗做大笨象。我揀大笨象嘅原因係因為我想，我好想成為大笨象咯。唔係，即係我嘅意思係，我覺得大笨象係好大隻啦，但係佢同時都係一個好温柔嘅動物，好有靈性嘅動物。所以，我都希望自己雖然好似好笨咁樣撞嚟撞去，但係咧，我都希望自己成為一個好温柔嘅人，就係咁樣啦。看一下先，哇！髮型師被 Ivy 剪啦，佢哋啊，佢哋趁佢哋兩個都喺度，阿飛阿泰召喚你哋，我真係有啲想剪公主切噶，不過係啦，佢哋好似唔係好同意，我覺得好靚。我知道 Blackpink 嘅 Jisoo 之前都有剪過，然後 Momo 都有剪過。Day Day 是不是蜂鳥？其實我沒有問完，我們是私底下自己去覆那個那些問題的，所以其實我都未知道他們各自選的動物是什麼。我都想我手指長一點，不過沒有了。大笨象會跳舞，馬騮仔會上船。其實你件衫是牛來的，打算襯回耳仔，不過現在除了它了。看看先，兔年，兔年祝大家。我昨天才見到有人說很老土啊，什麼兔年要吐氣揚眉，我覺得真的很老土嗎？在啲人讲之前，我已经在几个访问入边喺度捉紧吐气扬眉噶咯。晚餐食咩？呢个就系我嘅晚餐。仲会唔会主持超级推介？要问下个节目组。哦，我劲温柔，我把声劲温柔。多谢，多谢。扮兔兔好正。不要吃兔兔，扮兔兔，穿翻件衫。你今天个冷笑冷死我，啊唔系今天冷，你个冷笑笑死我。12度，哦，其实真的有少少冻。太阳落山之前咧，我都觉得还好噶，但系做完嘢咧，一出去咧，太阳落咗山咧，我就觉得好冷冻。
大家都說凍。兔是怎麼叫？ What does the fox say? 零零零零零零。所以 rabbit 都應該是零零零零這樣叫，好難啊，小心冷親。好啦，全個世界都有冷風，所以不要緊啦，別不小心穿少一件若水一番，好像我這樣之後就冷親，分辨不到，算了，我撞不到下去了。和家最後幾時有得睇？我都想知道啊。年上半年，我估。如果不是上半年的話，咁我唔負責噶。我宣傳一下自己提智輝春夏，但已經賣曬了，大家可以去我的 fans club 啦。等我打我 fans club 名出嚟先。IvY。佢唔會 show 出嚟噶，咁我點樣揾到我自己 fans club？ 我 fans club 叫咩名 ？IvySo underscore official O F F I C I A L official fan club。OK post， 然後咧我就編咗佢咁，係啦，入到去咧就可以。見到我親手提字的揮春，我手指都其實是 OK 的，即是叫做賣得出。聽說已經賣了，印了多少張？賣了300張，多謝大家支持啊。期待真人 MV。你哋係咪冇去睇冰冰？我哋有啊，我哋就琴晚去咗睇咯。係咪琴晚？係啊，琴晚去咗睇冰冰。係咪啲花好靚？我有冇講過咧？其實咧，我本身咧，本人咧，唔係好中意收到花噶咯。但係咧，我就覺得。啲 fans 咧，每逢過時過節咧，或者有啲嘢慶祝，都會送花俾我，都好 sweet。我仲有一集大集啲嘢，等我拎過嚟。哎呦，得啦！有幾集喺出邊啊？我就唔出去攞啦。呢集咁啱擺咗喺度。多謝。做咩？我媽走入嚟送咗一盤生果俾我，延長我嘅 live 嘅時間，我就會一直開 live 開到我食曬呢堆嘢為止。食下個 yoga 先，睇下先，睇先，睇先。哇！要睇得咁快，有冇興趣直播打機？我新年最常打嘅機，我估係已經係 Mario 啦。哦，同埋嗰個咧煮飯仔咧，之後嘣嘣嘣嗰個咧。那個叫什麼名字？煮飯仔 Overcook 是的，但是怎樣整，怎樣可以直播到，是不是拍著個螢幕，還是用兩部手機，一部拍著個，一部拍著個螢幕這樣打機？有沒有整牙貼？沒有啊，什麼是牙貼啊？我的揮春很搶手，用嚟可以保家宅平安。哇，好快，好快！好乸凍，係啊，少少凍。肥波，肥波喺出面瞓緊覺，佢就攣埋一堆。佢越凍咧，就瞓得越耐。任黑雷没有睡，
係啊，我永遠嘅生果 life， 生果放題，咁樣仲唔叫大食？但我今日冇食嘢喎，唔係好過分啫，係咪啊？係喎，大笨象都中意食生果，話唔定我食唔曬咧。嗯，唔好咁話我住啦。嗯，大家有冇问题想问？我都想睇下先。会唔会想去黄大仙上投柱香？我系冇去过黄大仙上投柱香。通常我都会喺屋企宣传下 T G。我琴日应该宣传咗过啦。大家入 T G 嘅话咧，可以成日同我倾偈。我间唔中就会上水去吹水。据我所知，我都真系成日上去倾偈，仲系倾得好多。波波今日系唔会俾我一起开 live 嘅，佢唔会理我，因为太冻。我都想睇 Cola 打 Overcook 喎，到底会唔会因为个 Overcook 而闹交咧？咁我就可以喺个 Cola 历史画下一笔。Cola 第一次闹交，因由系 Overcook 咁样。生果唔会饱，我都觉得可能会食唔晒。加油啊！我系网瘾少女，我真系好中意。其实我个网瘾少女嘅因由咧，系因为通常拍嘢咧，经理人就会帮我哋 keep 住啲手机啦。咁咧，通常咧就系、是、我啦、阿 Day 啦同埋 Candy 咧，会一支箭一cut机，咁我哋就冲过去揾经理人，诶、哎，可唔可以要电话咁样？所以就成为咗呢个网瘾少女嘅称号啦。唉。嗯，喂，俾大家睇我部手机，好似已经展示过呢个烂茸茸嘅手机。我复一复 message 先。之后几时仲有 Cola 团中，我都想知道啊！唉，今年使唔使派开工利是俾 staff？ 我会跟大队，等我哋讨论下先。嗯 ，Hello，Hello， 嘉朗 ，Hello， 冇嘉朗。喺外国，听讲你就嚟去印度咯喎，希望你可以身体健康，小心身体，我认真嘅。金仔睇完未？我睇完《金仔之国》啦，之后啱啱再睇完嗰个边个人，我终于睇完啦，耶、yeah! ！我用紧 iPhone 机，其实我用紧咧呢部咧系我毕业之后第一部自己用钱买嘅手机嚟嘅。但我而家用紧嚟直播呢一部咧系我嘅做声完咗嗰排买嘅手机，好似 iPhone 十二二。瓜唔知道，忘记了。你觉得边个打机最差？哇，打机最差，谂下先。嗯，据我所知咧，我同 Candy 系打过 PUBG 嘅。之前拍 MV 嘅时候，我哋会喺间房度，即系其他人咧 solo 镜头啦。我哋就会喺房度打机，然后我哋玩 PUBG 嘅。之后我知道阿 Marv 咧都有玩嘅。即我记得阿搞都有玩传说噶，我同佢同觅觅打过机噶，冇记错嘅话，咁我觉得最差应该系心灵同埋许日，系咪咧？唔系，但许日咧成日玩埋啲好低 B 嘅 game 噶，佢会玩咧，系咪而家好兴有个咧，系唔知咁样可以控制啲车漂移嘅一个 game？ 佢成日玩到劲兴奋、劲投入咯，佢会咁样自己喺一个角落睇佢玩之后，哎呀咁样啦。之后咧，我望过去，佢就喺度继续好专心咁样，喺咁样用单只手指喺度咁样玩，我就觉得好好笑。睇下先，有冇中意人？有，我中意手下。团中打机，
嚇、啊！我斷鐘打機，我唔會噶，我唔點解會俾人消音啊？我平時講嘅嘢都冇咩必要俾人消音，我平時講嘢都好斯文噶嘛。係咪開年節目？開年節目開睇阿狗同心靈個節目名叫做究竟食乜？何新春年初二開節目。仲有 Brian， 他哋會周圍去吃嘢。想啊，熊仔會唔會揾我唱劇集主題曲啊？唔知啊，但係唔知會唔會揾咧？唔知咧，講笑啫。唔知啊，其實應該好多嘢都製作緊，再講啦，大家期待一下啦。嘉朗你平安就好了，睇下先 ，DS 好大压力，加油啊！我都俾唔到咩 tips 你，因为其实我唔系好叻咯，所以睇下先 ，PUBG 传说好似好多人都有打，我前排都有打过。其实挺好玩的，被人 carry， 但是我发现跟你们玩之后就发现自己很废了，其实。唉。我跟 Candy 玩 PUBG 入不了街，我记得我跟他玩的时候呢，那一场很容易的，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就走来走去啦，无端端就剩下几个人，但最后好像是成不到的，我记得。临尾被人那个叫什么那个呢，那个叫。我已經太久冇玩，唔記得咗啲 term 啦。嗰個叫咩？追擊槍射死咗，好遠嘅。哦，係啊 ，live 版 For Guys， 但係要用 YouTube 玩都好煩。我有打傳說啊，但係已經好耐冇打。我連有咩新角或者更新咗啲咩，我都已經冇研究。我之前係玩IvySo多啊嘛。戴夏威夷穿动物衫去黄大仙庄投柱香，哇！呢、這个我觉得是一个，佢其实已经好是一个好，唉，大家真的要留在我哋的回忆入边咯，冇得话代唔代啊！阿妈，我食鱼净系食鱼头，因为我想将鱼。生留俾你，想將魚生點解想將魚生留俾我 ？Among us， 哦 ，Among us， 我唔識玩，嗰狼人殺嗰啲我全部都唔識玩嘅。我懷疑我係冇認真咁樣去有一班同我認真玩嘅人去玩狼人殺咯，所以我一直覺得狼人殺係一樣好眼瞓嘅嘢，因為我就要眯埋眼成好耐好耐啦。即係如果十個人玩嘅話，就勁眼瞓咁樣。几时玩 Mario Kart？ 嗯，新年可能同啲亲戚睇下会唔会玩。你望喺后边，得啦，我今日唔会惊你哋噶。讲粗口打冷震，系啊，我平时会打冷震噶。唔系，我听到人哋讲粗口都会打冷震噶。我同埋会起鸡皮咯。我唔会上公子会，我冇收到呢个消息噶。新年有冇得休息？年初四跟大家一样是不是来看有没有哪个 YouTube channel 想想哇这个可以许愿一下我想想先想想先想想先其实我想玩多一次小薯棋哦我昨天翻看一次小薯棋那条片呢我们小薯棋条片 1M 啦哦开心啊 1M 是这样 1M 啦然后我睇多次就然后觉得王嘉诚好辣好好笑。佢真係每次喺面整蛊人嗰时候自己忍唔到笑嗰时候就係好好笑。好中学面试成功加油。我唔会同 friend 唱 K， 好耐冇唱 K 喇。熊仔真人 nice 唔 nice？ 其实呢就好 nice 嘅。佢好 nice 㗎。佢好好人㗎。佢真係好。好点讲咧？佢冇价值啊！
所以其實真的沒什麼距離感，非常之 nice。 而且跟他跟我套戲裡面應該跟他對戲是對最多，他都很好地會花時間去跟我對劇本咯，真的好。今天可以休息，不是今天做完事所以我先有個妝在這裡，然後我就先會願意開奶，不想嘥咗個妝。哇，好勁啊！又問咗個好好問題 ，MV 入邊我最尾係咩色？因為咧，我哋第二條導演同埋 production team 佢哋問我哋嘅問題就係最中意定唔知咩代表我哋嘅顏色。之後阿唐一定係粉紅色噶啦，然後大家可以估下我咩色？食雞係散步 game 嚟，喂唔好咁狠啦！哇，好多 message， 我飛下先，對唔住，我可能跳少少 message。常唔常打機？好耐冇打啦，真係。哦，其實我而家好想玩遊戲節目啊！真係任何遊戲節目我都好想玩，好想玩遊戲，可以唔使帶個腦，但係又好開心嘅感覺。例如交戰啦、啊，又冇得玩啦，我哋。然後就係、是。仲有咩游戏节目嘅？其实而家做咩？好癫啊！喂呀，唔该就俾我俾我，唔好走啊！俾我啊！你嘅手系边个嚟？嗰个苏志轩嚟嘅。系啊。啊！我妈炸咗啲肉丸啊！我今晚谂住减肥噶，考虑下食唔食先，食埋生果先。舅父仔睇紧 live， 婚后开唔开心？我都未结婚，我要嫁俾，谂唔到，吓吓吓，我有讲咩？我冇啊嘛，剧本杀，哇！剧本杀我都想试下玩喎，哇！其实可唔可以有啲狼人杀或者剧本杀可以拍成一个节目咧？即雖然真的玩得很刺激，不過好像如果真的玩的話會挺好玩。超時期會不會想玩劇本殺，那我就可以去加入。我的演技呢都一般的，但我會認真玩的。初四直播慶祝新年，唔使啦，嗱就咚咚咚咚撐，今日慶祝啦，好唔好啊？兔年行大運，今日做咗啲咩？今日睇住做訪問。哦，啱咗，我嘅顏色係白色。我覺得，因為其實我冇特別中意嘅顏色噶。所以啲人成日問咧，啊，你想你應援色咩色啊？或者你最中意咩色？或者你想要咩色啊？其實我係冇最中意嘅顏色噶咯。咁，我覺得最多可能性嘅顏色可能係白色，所以我就揀咗白色。嗯，我見到貓，見到青蛙，青蛙啊，咁青蛙應該就係邊個啦？唔使講啦，大家都知啦，係咪先？去哇！搏擊我都好中意玩嘅。我以前咧做星之前咧，係會同啲 friend 去，喺啲搏 game 鋪嗰度去玩搏 game， 我覺得好玩，好好笑，好笑到癲咗。啊！龐伯君，我嘅意見會盡量反映好啊！我想玩 Running Man 嗰啲遊戲咯，即係喺個商場入邊跑跑跑跑跑，其實可以咧 call 八對六膠，你唔覺得呢個好有 gimmick 咩？哇！我哋八個女仔對六膠，即大家都咁合拍啦。到底邊個最合拍？我哋就可以知道 Feel TV 最合拍嘅團隊係邊個？係啦，就係咁樣啦。睇下先，過埋今晚先減，大家都係咁樣嘅，好衰啊 ！Pomato HK， Hi， 有冇諗住開新節目啊？同我玩啊！嗯哼。
谦恭敲碗，哦，我有睇，我觉得好好笑。同埋之前谦恭不设防呢，阿祖上嗰度我都觉得好好笑。TG group 点入？可以呢入呢，我而家编住咗嗰个 fans club game 个 IG page 入边，之后咧一条 link， 咁条 link 入边咧有好多 link， 咁你就喺咁多 link 入边揾条 TG link 出嚟。白色好衬我，多谢多谢。忍受能力高唔高？唔高啊！我上次那個有點搞錯，上次跟阿媽去那個 Madam， 不是那個叫什麼 Onizuka Tiger 那個 event 之後呢，他那個是一個流動，即是那些很小的那些麥克風的一個套裝，再加一個擴音器這樣，然後呢他不知道按了什麼掣，他說話呢是一時呢就機械人那些這些聲音，之後一時呢就是這些聲音，然後他就說大家好，歡迎來到，這樣我就覺得很好笑，然後我就要擰轉身在這裡笑了勁耐，我才夠膽擰翻轉頭，不然的話大家就會見到我笑到很忘形的一個樣子，被各大傳媒影到這樣。想不想拍旅行節目？我想啊，我想去台灣。你們有沒有 follow 呢？我在 IG Explorer 那裡呢會見到很多台灣的 IG Foodie 的 page， 然後就在周圍拍了台灣的小食，然後還要很便宜，好想吃。然後有個 call 是我弟，哇這個好好玩啊，大家快點給多一些意見，這樣他們就會收到我的意見，然後就會 take it， 14個瘋的在商場跑，我覺得真的可以搞個這樣的節目，新春特別節目啊，不如搞個哇收視率這樣，這樣即是新春特別節目啦，那就首先我們會穿著一堆賀年的衣服啦，然後呢就可能玩啲追人嘅遊戲，咁追嗰個咧，就捉嗰個咧，佢就要穿住啲醒獅舞獅嘅衫，即係腳上面就有浪浪，咁佢就要捉我哋。係啦，係暫時淨係諗到咁多，諗唔到啦。啊！我都覺得我成日啊，其實我係好渣嘅，但我又好想試下玩，去驗證下我咪真係咁渣。嗰啲俾人捉啊，捉人嗰啲遊戲，我又追唔到人啦、啊。之後我俾人追啦，我又腳軟啦、啊，之後就會變咗淨係踎喺度啊！咁樣真就俾人捉咗，死啦！已經foresee到個未來。I love you two three. I love you too. Oh my god！ 想去什麼國家？做咩地方玩？我最近咧，我其中一個 best friend 去咗羅馬歐洲，之後咧佢有影到嗰啲建築。我哋平時咧，我睇嗰啲羅馬嗰啲古嗰啲希臘式建築係咪啊？我驚我講錯，算啦，我都係唔好講咁多嘢。即係總之啲好靚嘅建築啦。然後平時可能喺電視啊或者啲網上面睇咧，都係啲好遠嘅相或者啲航拍啦。但我個 friend 嗰日係用手機影，即係用手機影你就會見到個手機角度同自己平時手機喺街度影相個分別，你就會真的 feel 到那些東西是多麼大多麼 huge 之後，我就很想去看看這些很漂亮的建築。爆多次腎怎麼搞？不會啦，不會啦。有沒有想過去日本？都想的，日本的東西好像都很好吃。明天派 GBA 可不可以跟他說加油加油啊，加油啊。最想去哪裡旅行？剛才答了Good evening， 晚上好。全員拍賀歲片，我今年都哇，今年好像很多賀歲片，我都想抽下時間去看，不知道看不看得完。哦，然後我前排看了摘到微塵，之後下一套想去看，那套叫什麼名字，19歲那套我都很想去看，聽人說口碑都很好。有沒有 follow 什麼台灣 YouTuber？ 有啊，我有 follow 做名，因為他又是不斷吃，周圍吃很正。哇，已經9點，
王嘉晴好適合做我弟，你認真咩？認真咩？你睇翻我罰你睇多次小說劇，佢係咁樣講嘢啦，即係佢會想服人笑嘅時候，佢自己會少出聲噶喎，佢勁廢喎。會唔會閒聊先？應該唔會啊，有啲驚多人。叱咤後台有冇喊？咁就爆料啦！王嘉晴喊到傻咗，喺我哋拎到組合同志後，佢落台即係就即係本身其實我冇喊噶，即係我見到佢喊到咁樣，佢喊到咁樣，應該冇誇大括號應該，然後。我見到佢咁樣喊咧，其實我諗翻起做星，我同佢第一次見面咯。之後我哋喺個差唔多嘅地方，又係準備表演嘅前後咁樣啦。之後喺後台啦，之後又喺咁近啦。即係其實嗰一刻咧，哇！哦，見到佢喊咧，好白咁交集，咁樣就同佢識咗幾多年啦。哇！講一講我心都有啲，係啦，多謝大家。一個人的婚禮，我諗住去睇嘅。如果有時間，我真係好希望上去睇。給19歲的我，我想睇啊！哦，我終於追曬啲片啦 ！Yeah， 追曬啲唔係片，係追曬啲 question 啊！可唔可以嫁俾我？考慮一下咯，我會嫁俾一啲嗰啲叫咩啊？配偶啊，嗰啲咩偶標準啊？擇偶標準，諗下先。首先咧，要中意食嘢啊！我覺得要好重點，要中意食嘢，但係同時都中意減肥，咁就可以配合翻我嘅生活作息啦。我成日咧都覺得咧，煮完嘢食咧。譬如我細佬啦，佢就係佢唔識 enjoy 個嘢食嘅，即係佢會食吞落肚咯。佢會用嚟充飢，但係佢唔係 enjoy 緊嗰個食物有幾好食咯。咁我有陣時咧煮完飯，我自己唔食得，我減緊肥啊嘛，咁我就會 expect 我睇住佢，佢食得好開心啦。佢又唔係嘅喎，佢一邊打住機就話：喂，左邊左邊左邊，之後就喺度嚼左邊咁樣。我真係覺得佢好唔 respect 我。唉，可唔可以叫你嘅名咧？我真係好中意你。Audrey 是不是这样读啊 ？Underscore Audrey Underscore 零 O 零。新年有冇咩电影想睇？我想睇，我有个 friend 好中意谦公，所以应该会去睇《超神经》，然后又谂住去睇《一个人的婚礼》，然后又谂住去睇《19歲的我》。哇，好多戏想睇喎、我睇唔睇动漫？我睇动漫啦、睇下先，第一次听 The Bright Side 有咩感觉？第一次听 The Bright Side， 我哋听 demo 嘅，嗰阵时未有中文歌词。我喺街上面听个 demo， 听到想喊啦！啲词其实填得好，因为我觉得个 demo 同埋我哋而家出嚟嘅 version 咧系两个感觉嚟噶，即系 demo 系比较真系 dark 少少，然后 The Bright Side 我哋呢个 version 咧就真系 bright 少少。哇、不如我哋出埋。個英文 demo version 咁咪好有對比，咪好似好正咁樣咯，即係一個 dark 一個 bright。Oh， wow！ 我簡直係 marketing， 簡直係呢個創意總監。大家唔好爆我大鑊。最中意咩味雪糕？中意豆腐雪糕同埋好苦嘅抹茶雪糕。哦，榴蓮味都中意，不過榴蓮味我唔中意太甜嘅。When will Color have their first concert? As soon as possible 啦，我都唔知啊，應該安排緊啩。我諗其實我估大家都好似好期待，因為我哋之前又話一出到3月又搞，之後後屘又吞咁樣。然後但係好事嚟嘅，因為我前排有同佢哋傾過咧，我就喺度回想啦。如果3月嗰陣時候我哋真係有個 concert 嘅話，我應該係 enjoy 唔到個 concert 咯。
所以我覺得遲啲搞，我哋再準備好啲或者多啲經驗嘅時候，我會更加喺個 concert 度可以望得多啲台下嘅大家。可唔可以嫁俾你？咁多人想我嫁俾你嘅，唔要啊！哇，幾時成立剪公主設討論關注組？我都想試。好啦，換一盤生果，繼續。阿媽會唔會練習屈我啦？我真係扮得唔似嘅，佢哋成日叫我扮，但係我覺得我自己扮得唔好啊，所以我都係唔好學啦。唔要啊！我成日講咯，我會成日講，我攞過啦，我冇問題噶，同埋啲 sticker 都有成日用啊，好正。我終於明白點解，即係以前人哋常用嗰啲金句咧，咩輸俾一個人同一個人 twice 嗰啲咧，或者 FC 鬥嗰啲，我終於明白用金句係咩感覺啦。搞咗喺度，嗨搞搞，我咁都有 request 嘅。冇我識嘅人㗎，咁我就唔應承啦，衰。最中意食咩生果啊？其實我咩生果都中意食嘅，真係冇咩唔中意食。哇！我啦，我啦 ，Hello 搞對，聽住喺度咩？搞對，即係嗰只冇排咗幾耐，排咗。因為我哋係由零開始學嘅，即係由零啦，之後我哋就開始同啲朋友師喺間房度一直喺度排啦。咁我哋一齊咁樣就差唔多一個禮拜。仲有一隻兔仔飛機兒，哼！我而家覺得唔開心就會咁樣，我覺得好開心就會咁樣。OK 啲乜嘢啊？搞，希望大家會有機會一齊喺 concert 度見面啦。哼哼，睇下先，係時候爆搞大鑊，搞有咩大鑊可以爆？突然之間 recall 唔到啊！甚精巧，有乜大镬可以爆啊？你睇下我 ，Kenny 走咗，佢走啦，唔紧要啦。我要拍 vlog 放上 YouTube， 我觉得我暂时冇呢、這个，未有呢个精力住。我觉得迟啲可能得闲少少嘅时候，可以尝试下。不过真系要等我，即所有嘢都 handle 都好好有余力嘅时候。FBI is watching you, 怎樣？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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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撒鹽了，你們。OK， 撒完了。Cola 是不是大家都這麼friend？是啊，會不會真的有些人覺得是不是很真的？但是，我有見過一些人的comment的。佢係認真心智台啊，限時一分鐘。就見嗰啲人 comment 成日話咩充其量俾到盡，係又係嗰啲咩工作夥伴、同事關係，more than that 咯，真係硬係認住我哋講大話咁樣。Not good, not good。近排有冇打機？冇，唔得閒啊！呢排練舞，呢排間唔中咧得閒就會去上下啲 studio 堂咯。有時就開酒店 live， 唔使酒店 live 啦。我哋而家同 Cola 唔係同埋同 Cola 同 Candy 周街都可以開 live 啦，而家都唔使去特登去酒店。講咗俾人聽，大笨象有講完啦。頭先我哋先喺度討論啊，點解大笨象要係笨呢？即係佢可以唔笨噶嘛，即係好似我咁就係
大醒醬。點解唔可以係大癲象，即係好大癲嘅一隻象咁樣？就係咁樣。屋企都老妖，唔喺度。今日我出街衫嚟，我今日有著好厚嘅褸嘅，我只係除咗。覺得進句結局點？我冇睇啊，未睇啊，我知道佢係咪出咗新嘅一個 final season 嘅再新一季啊嘛？聽講未完噶嘛，係咪啊？我唔知道要等幾耐，好痛苦啊！幾時先會完啊？我一直都唔敢睇動畫漫畫，因為我想睇，因為我係動畫入坑嘅，我就想喺動畫度完結咗佢，再去睇漫畫。食到有啲胃氣，你係現代係大現象，呢個驚幾好笑喎！大現象，仲可以食啲咩字？醬，大咩醬呢？冇事冇事，清爽名有睇啊！咁睇 Wednesday 有睇，睇完大笨象其实意思都好系好都系好诚实，咩意思啊？即系好单纯咁解系咪啊？哦，单纯其实都系嘅，我觉得呢个世界上即系呢个时代，单纯啲成日都俾人话系蠢。兔象发。件是什麼意思？大胃醬好笑，我給四 over 十啦，係啦，大現象我給六 over 十啦，評分大靚醬是什麼？有沒有買動漫玩具？是沒有的，不過粉絲送很多給我，我給你看看其中一個收藏品。噠噠，我 BB， 李白，我仲未拆啊！我等一个执一个靓啲嘅地方，我就拆佢出嚟展示。我唔想佢封尘。好靓仔，同埋我见到嘢可以分享啦，就系、是、李心凌小姐喺圣诞节交换礼物嘅时候。送了一本什麼禮物給我呢？看看在哪裡，在這裡啊，還沒找到你。哦，送了什麼禮物給我呢？李心凌小姐，首先第一件事啦，即我曾經講過話，我經常都說我自己很喜歡錢這樣啦，即送了什麼給我啊？招財貓。好啦，這個呢我們有budget的，那它佔了其中一個budget啦，但怎麼看都未去到我們一起set那個嗰、那個禮物嗰個 budget 啦，所以我就 expect 我就啊，到底之後另外一份應該會有心思啲嘅，唔會係啲咁樣嘅招財貓擺設嘅，應該實際少少嘅。心靈喎，心靈送嘅嘢點會唔實際啊？之後送咗啲咩俾我？致富心態。之後面咧佢有解釋噶。首先咧前面就話讓流動的錢變成你的財富，全台熱銷。博客來成品 Top 1 OK， 然後呢他就傳授了致富技巧。我會在這本書裡面學到呢巴菲特成為億萬富翁 的真正理由，還有致富與守財是兩種不同的技巧，但都非常重要。好啦，而且呢做什麼要有好多事情呢，不管潛在獲利有多龐大都不值得冒險。這就是致富心態，這是現今社會不可或缺的軟實力。然後$85啦。多謝!2023年我會致富的。多謝大家。啱啊，養你邊？你咁得閒嘅，又睇我 live， 不如入嚟同我一齊 live 啦，好唔好啊？
好啊，养你啊！我致富成功嘅话，会养翻你同心灵啊！一本书未开。系啦，呢个心态系啦，心态嚟嘅啫。建议多啲去致富广场。哇！我俾7/10呢个，有少少好笑。我变英文富翁啦，多谢大家。系咪好中意书？其实我都系中意睇书嘅。我以前系读中列嘅，但系系咯，好耐冇写嘢啦，有啲心虚添，对住啲中文老师。好多人话佢哋生日啦，咁我就一次过唱晒一个 Blackpink 演唱会 version 嘅生日快乐歌。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 係咁多先啦。付费解锁下半首。点知中文老师我同中文老师好 friend 噶，中学啲老师都 OK friend 噶。开到9:30啦，好唔好啊？好似都讲到7:78啦。心态决定境界，啱啊。只要我有一个致富嘅心态，我就会去到呢个致富嘅境界。俾 Winka， 但系呢本唔系鸡汤嚟噶。唔係話啱 Winker， 其實真係幾啱我嘅。唉，係咯，我會希望可以致富啦嚇。我買咗啲咩禮物同佢交換？我嗰份咧係俾咗一個姓黃嘅人嘅，咁就睇下佢會唔會去介紹一下我送俾佢嘅嘢咯。係一個非常有用咯嘅嘢咯，咁就。非常之實用，我覺得嗰日我咁多份禮物我送嘅係最好的。佢生日歌字符係喎，發達大計，超盜版，係咪藍魔版？哇！去致富廣場食心太軟可以獲得致富心態。OK， 評分先，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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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0。攞本書去買仲好過做金像米我。底褲我唔會送底褲咯，送底褲嗰個係姓沈噶，黐線嘅人送底褲俾人。我哋最尾啲底褲係一人一件咁樣拎翻屋企。哇！本書簽完名攞出去賣，咁就係致富哇！原來在座各位都係一個致富專家，我聽大家講嘢得噶啦，我應該唔使睇本書。我玩下 IG effect 可以啊，你想玩下臨完之前。有冇收到兵長個 QP？ 咩係 QP 啊？我有收到啲兵长嘅卡咯，好闪噶，怀疑系啲好劲嘅嘢嚟。之后仲有个好硬嘅胶咁样摄住佢 ，Oh my god！ 好啦，睇下咩？点样用 effect 啊？咁样，但系首先冇咩 effect 啦。哇！我有四只耳仔，唔系，我有六只耳仔啊！而家，我有六只耳仔啊！到底哪隻耳朵是真的呢？哇，好搞笑啊，我有六隻耳啊。看看先。沒啦，我已經錄到這個了。我已經錄到這個了，這個大家都已經見了很久了，沒了，沒新的 effect 了。還有個 candy effect 了，但它是漂亮 filter 來的。啊，還有這個啦。阿林喜欢这个，
咁多耳得唔得噶？哦，我谂到一个，我喺度做紧咩？呢个我喺度打耳，我好打耳，有啲尴尬添，自己做呢咁嘅嘢，冇人应我，冇人俾试我，好打耳啊！千二脚唔要，嗰、那个好尴尬啊，系超越唔到明晶噶，明晶 B B。有冇收到自己嘅公仔？有啊，但我太重，未喺公司度拎翻嚟。我见到换衫版嘅自己，迟啲可以分享，好 Q 啊！Karina, I love you. Love you. 嗱，打耳呢个就十 over 十冇错啦。你哋都好打耳。点解要零分重作啊？好难。Happy New Year. 只要我唔尴尬，尴尬就系人哋。你哋而家尴唔尴尬啊？尴唔尴尬啊？你哋几时食肉卷？其实咧，我想讲啲 friend 咧都系好中意食我妈煮嘅嘢。我妈煮饭最叻系咩？佢拿手菜咧系，系炸鸡翼同埋茶果窿同埋肉丸咯。嗯哼，食几粒应该都唔系好邪。食几粒先？我今晚会做运动噶啦。今年預計會收到幾多利是？不如你預計下今年會派幾多利是？唔知啊，今年會收幾多利是啊？都係親戚嗰啲咯。得啦，打耳啊！好難啊，已經唔想再讓大家可以唔好再笑我呢個咁爛嘅爛機啦。我唔再打耳啦。食咗腐皮烏冬未？其實我好中意食腐皮烏冬，不過好肥。咁我食盆菜，其實我唔係好中意食盆菜嘅啫。細細聲講，我真係唔係好中意食盆菜嘅啫，因為入面嗰啲魚蛋嗰啲我又唔係好中意食啦。即係發菜咧，發菜唔環保噶嘛，魚翅嗰啲都唔環保噶嘛，所以我都唔食呢啲嘢噶。尷尬咯，唔尷尬，唔尷尬，不打耳。哼、嗯。啊，其實我嗰陣時覺得我開下 live 咧，食咁多嘢咧。其實我已經吃飽了，不過在講嘢咧，唔食嘢好像沒什嘢做咁樣，所以我先係咁食嘅啫，絕對唔係因為我想吃。Hi Andy， 你好啊。哦，唔該，即係你問咗我問我結咗婚未啊？利是結咗婚先派嘅，所以其實我咪唔使派利是。幾時食肥龍叉？嗯，我瘦咗嘅時候再食。新年中意食咩糕？我中意食芋頭糕，同埋我最中意食芋頭糕，因為我覺得芋頭糕冇咁容易食得，覺得好流。年糕我可能食几嚿咯，马蹄糕我唔中意食嘅，黄金糕我都麻麻地，就系咁样啦。肥窿叉系盘菜，咁咪会湿湿地咯。有肥窿叉要食脆筋，个 MV 其实咧，大家唔好抱住一个。話我即係大家會好想見到 MV 有我哋啦，但係大家抱住一個欣賞一個動畫 animation 嘅態度咧，其實你會見到係好靚噶咯。即係我已經 feel 到，我就咁行外人嚟睇都已經覺得個 MV 應該係好難去做到噶咯。尤其是啲動物咧，我哋咁多人嘅 idea 擺埋一齊咧，喺度轉轉轉轉變嚟變去咧，我覺得呢啲應該真係唔易做，所以辛苦曬你哋啦。我聽講係3J 嘟嘟 production 唔記得咗，但係辛苦你哋。我頭先有特登睇個 credit list 噶，陣間睇翻你哋先，辛苦曬你哋啦。
IV 高，好笑，四 over 十五，还好 OK。芋头糕自己整唔系，我粒完好脆，我咬俾大家睇我妈。哎呀，脆到跟唔到，最后一粒啦，真系唔得啦，好饱。Yummy yummy， 好啦，最后一粒，真系最后一粒，唔得啦。嗯 ，MV 好靓，系啊，多谢。大家要大大力去赞佢哋，入佢哋 IG 赞佢哋。好、哦，佢开 live 打机咁正。哎，我都想玩 My Real Car。成首歌由开始录音到出街用咗几耐？我唔记得啦，其实咧。我一忙起上嚟，我就系冇时间观念咯，即系我其实我唔知道今日星期几噶，我就知道今日会做啲乜嘢咯，同埋听日要做啲乜嘢，但我其实唔知道今日星期几，今日星期几？哦，今日星期一。嗯，唔会啦，温州好节制嘅，其实咧，我真系有做好多运动，我会去跑步噶，所以咧，算啦，收翻埋我吧。M B 嘅表演其實可以睇，我見到有 camper， 嗯，應該會係當一個阿九都有講啦，此時此地此刻淨係發生一次，但係大家可以喺 YouTube 度見到嘅應該。蘇媽媽去開鋪，大家嚟食啦！到時大家會唔會嚟食？咩咩 nation？最後一粒，等於屋邨商場啲鋪頭最後幾日，有同感，好好生動一樣形容，我俾八分，八 over 十，唔係好笑，係形容得好貼切，我覺得。中時加油！我中意讀中，我覺得中時咧又係一個好中意嘅課，即係知古鑑今咧，其實真係可以知古鑑今。是真的是一个明镜来的。我想 Direction 是童年回忆来的。怎么最近讲 One Direction 的喜欢白 FC 的活动吗？我真的好喜欢你们的白鬼 FC， 即是我觉得你们呢好，点讲？我觉得好感动咯，即系觉得可以一齐认识，其实系一个缘分啦。即系你哋仲可以做到朋友啦，然后一齐做啲咁有意义活动啦，我觉得真系好黐线咯，一样嘢。多谢你哋啊，多谢你哋咁善良啊，多谢你哋咁喜欢我哋，然后多谢你哋珍惜呢个缘分。哦，同埋 MV 入邊咧，最尾香港嗰啲畫得好靚，我睇到嗰度有啲感動，因為即係話香港畫得好靚。啱啱會唔會好似糖咁樣染淺色？我覺得會啲髮色嘅嘢都唔好太 overlap， 同埋咧，即係大家唔好染髮，即係你無論染淺染深，其實頭髮都好傷。染少啲咯，染下都得嘅，好似我咁樣，以前染個粉紅色咁。好啦，大家去睇陈雷打机咧，我都差唔多完噶啦，谂下有冇数过自己食咗几多嘢？唔系好多啫，系咪啊？你谂下一日咧，大概个卡路里摄取可能千三度啊，咁如果要减肥嘅话就一千度啦，或者七百、八百，呢度都唔过嘅应该。我肥咗就变咗咁样啦。入去一齐打，我同佢唔熟啊。
我好尴尬噶，我唔识认识新朋友，所以我唔敢啊。大家都唔好去搵佢同佢讲，千祈唔好啊！放包笑死。好啦，真系差唔多完啦，40分啦，好唔好？看看大家有冇問題問我先，就是可唔可以嫁俾我？有冇咁多人想我嫁俾你啊？嫁俾你，嫁俾佢，嫁俾佢。今日是 Tofi， 今日 Lofi 唔出嚟，因為我覺得真係太似唔好玩，等下次揾到個新嘅動物衫先。生化危機。其实我好喜欢吃生化危机，我觉得很正。喜欢喝汽水，我不喜欢喝汽水，我喜欢喝苏打水，即可乐那些我不是特别喜欢喝的。其实喜欢吃什么味蛋糕，其实如果蛋糕呢，我喜欢吃 Happy Roller 的蛋糕，很好吃。但是其实如果蛋糕和雪糕选，即我雪糕见到是会立刻想吃，但是蛋糕我见到它呢，我是可以忍受不吃它的。想见细佬都过来，那你去他学校找他呢，都是跟丽英和娃娃，我都不知道那时候我为什么这么大胆进去，明明就不是很识。不是丽英小说其实之后都叫有讲两句的。看不看我视频？讲了就讲了，我有好几套都会看。即是你噏得出那些我都应该想看。今年的港产片真的好看，我觉得。还有收信睇信，有，不过进展非常之缓慢。对不起大家。我前排覆那些好像是五六月的了。我觉得上两个月覆的是覆五六月那些信。是吗先。鱼蛋定小米冇得争。100%、2000% 燒賣派，燒賣 is the best。 阿泰做咩喺度聽阿 Fik 啊？應該係咪阿泰嚟㗎？做咩我個頭髮生咩事啊？我個頭好靚啊，我髮型師啊，做咩喺度互相踢大家？個頭有咩問題啊？肥波喺邊？肥波瞓緊覺。我飽未？其實我好飽。我真的不行了，我真的爆到有点想咬。啊，好爆。苏打对身体好，是啊，大家如果戒不到，即是初期减肥想喝一些东西的话，苏打水可以帮助到你，因为它很顶胃，还有它又有那种喝了一些特别的东西，即不是水那么寡的东西的感觉，它酸酸地的嘛，苏打水好正。下次可以穿大笨象衫，好啊。喜欢吃什么贺年糖果？不是很喜欢吃贺年糖果，即是糖年柳那些不是很喜欢吃。嫁给所有苏客，分身乏术啊，好害怕啊。大家都早点休息咯。有没有看过全职猎人？没有，但是听说不是说收尾不好吗？所以我都好彩没有入到这个坑。下次几时开 live？ 唔知道，新年会睇咩戏？睇你哋 up 得出嘅戏咯，你哋 up 下。有冇睇 EOS 嘅 MV？ 有，好好睇，好靓女。黑白与牛兔。系嘅，系嘅，有啲怪嘅，但系都几亲啦。希望有机会见下真人，好，冇问题，希望有机会啦。唔记得入邮票。咁我阿妈其实就好鍾意买邮票嘅，佢好鍾意我复信㗎，所以佢买咗好多邮票俾我复信。係咪唔鍾意头发留齐音？我有曾经问过发型师，佢话可以俾个假发我试下。我觉得佢嘅意思应该係觉得我留得唔係好靓。召唤人哥，人哥喺边呀？许蝶定係王家晴？许蝶蝶定王家晴？Both， 啲心情好好。
大家可以繼續去看小雪茄，我們跟小雪茄玩 party game 的那個片已經 1M 了，你們快點將它看到 1.5M 2M， 然後他就不停請我上去玩，然後我就覺得很開心，好像 One Piece 女帝啊，那個是我明白你說什麼啊，那個女帝啊，我喜歡啊，不過我沒有他那麼高冷。有沒有去 Blackpink concert？ 有，昨晚食燒賣去唐水紅，我知道啊，唐水紅，我好喜歡吃唐水紅的，又不是很喜歡的，因為我都很少經過那裡，但是呢我會去吃他的炒腸粉啦，哇！我食，但其實我唔敢啊！我有試過朱古力炸燒賣，我嗰陣時係諗住試服氣咁樣服服服服服咁樣直升機咁樣去食噶啦，點知係 OK 嘅喎！我覺得佢係即係兩樣嘢唔衝突咯，係一種新嘅味道，但你又唔覺得自己真係食緊個燒賣，係你咁樣嚼嚼嚼咧，好似食緊朱古力嘅一啲。对不住 ，excuse me， 食紧啲朱古力嘅脆嘅啲面包咁样，但系食到后屘有阵鱼肉嗰啲烧卖嘅面粉味咁样。读书大壮必睇啊，嗯，咁可以加入埋嘅，但系已经好多戏想睇咯。澳门咩吸十九岁的我 ，slam dunk 冇睇啊，因为佢唔系我童年嚟噶。下次穿中學校服，哇！中學校服要揾喎，考唔考慮剪下劈音？我已經其實剪短咗噶啦，我本身之前係咁樣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發現到？哦，《The Bright Side》嘅煲站好好聽，係啊！我記得我有兩站。哇！咁快就到文武廟啦！哦，我呢度可以俾啲冇上車嘅大家聽下我煲站。哇！咁快就到文武廟啦，等我落車同咩幫 Cola 求個符先，咁樣。同埋下一站柯士甸站，大家有冇去過戲曲中心先？有冇去過戲曲中心呢？我唔係屬兔嘅，唔係，我係屬蛇嘅。有冇睇《阿凡達》？未去睇。我知道我媽好中意。燒賣 BBQ 正哦，唔會乾曬咩？我覺得燒賣最好食都係豉油同埋辣油。我係燒賣關注組噶，我成日睇住燒賣關注組嘅燒賣，就好想食燒賣。之後就喺度 window eating， 淨係得個望字。喂，許日 ，hi， 許日，我就嚟完噶啦喎。有冇兴趣睇光头毛啊？可唔可以打一次？唔可以。扎落微尘好睇，系嘅，好睇嘅。个头箍几靓，系今日有人送俾我嘅。嗯，你迟啲就知系边个送俾我噶啦。有时间会唔会学其他语言？曾经有自学过韩文。哇，同我差十二年，你系细我十二年定系大我十二年啊 ？Oh my god！ 烧卖都系蒸最好食嘅，不过我觉得。好啦，真係要完啦，45分完啦，多謝大家今日入嚟陪我喺度吹水啊！好耐冇開 live 啦，我諗我會 save 呢個 live 一陣。有冇學戲？其實算啦，唔講啦，唔講。Hi Giselle，Hello，Giselle 係我哋和解最後嘅 Stylus。唔好走啦 ，no， 必须走噶。50分完啦，咁就会好似我头先咁样噶啦。食完一粒又一粒，永远都唔完噶啦。我个 friend 叫 Jenny， 可唔可以讲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你个朋友叫 Jenny 系咪啊？佢听讲系咪嗰个？系咪嗰个好靓嗰个啊 ？Happy birthday！To you， 생일축하합니다사랑하는우리제니就系咁样啦。牧童笛演奏曲，喂，下次开 live 可以挑战下牧童笛喎。不过唔知仲有冇揾到，可以或者学下王家晴咁样。
Encore 定 Encore Oh my god， 呢个有啲好笑喎、啊，食字。OK， 我俾九分，九 over 十。可唔可以排下交？我已经系咁排噶咯，唔够交咩？我有旧货币，一香港都能交换 DME， 系咪唔好点进你嘅头像嗰啲啊？你系如果你是苏雅琳，便不要点进我的头像。啊，好攰啊！要学韩文啦，都话我有自学过。永续 life， 用鼻吹木头同顶唔要啊！呢、這个真系。呢、這个真系我唔使喺呢行度立足噶啦，如果做咗呢样嘢嘅话，佢而家做紧咩啊？佢仲喺唔喺度？有冇打边炉？我打边炉好容易食好多嘢，嗯，打边炉可否唔用美颜？吓，我而家冇开 filter 噶，我冇开噶，而家佢日好笑。佢係好好笑嘅。Baby 唔一齊 live， 有人問佢睇下佢入唔入嚟咯。佢如果禁制願意入嚟嘅話，就講多陣嘢，吹多陣水。Hello， 我有 Ivy 親簽巴士飛，喂發達大計啊！我冇啊，因為嗰日喺書包度懶得拎出嚟，所以我啲巴士飛係未簽名。我有咩啊？我有。我乜都冇，我乜都冇，可唔可以唱三分甜甜都？想有三分已经足够，甜满快乐宇宙，就当游戏没有尽头，亦罕有。虽然过要抱就抱，别怕丑。亲签非亲签，系啊！头先我爆你大镬啊，玩你嗰啲咩漂移低 B game 啊，唔知道你嗰个咩嚟噶？你要唔要介绍下？Ivy 子子，OK， 直播大，今日咧，我哋有呢本《致富心态》，咁大家买完之后咧。就會，不如我真係試下賣咗佢。歡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呢個直播啦。咁首先我今日第一件貨品，即係大家有冇試過？有冇試過想發達？我相信在座各位冇一個唔想發達。咁要發達最重要係乜嘢啊？最重要係乜嘢啊？唔係股票咩話？哦。都唔系金锁匙咩话？都唔系李嘉诚，系一个心态。我今日介绍呢本书就叫《致富心态》，买啦，唔玩啦，49分啦，仲有1分钟啊，几多钱？自己出价，觉得值几多钱就俾几多钱我啦。手指原来咁短，你哋可以去我维基百科，好似有曾经系有过手指嘅长度，好搞笑。我几百块见到我手指，手指边有短咗？点可能短咗啊？搞错啊！冇签名噶，呢本《致富心态》冇签名噶，咁佢嘅存在就系一个令到你致富咁样，就唔使签名啦，系咪先？劲黐线啊！大货，付费方式。Brian， 你讲咩啊？听唔明。好啦，然后第二个我哋要讲嘅货品咧，就系个招财猫，即系大家冇人唔中意猫啦，系咪啊？有冇人中意钱啊？都冇噶嘛。所以你中意钱又中意猫嘅时候，你要买啲乜嘢？就呢一个招财猫。即系钱搵钱系点样搵咧？就系用只猫去咁样招下招下就搵到好多钱，好似我哋 Cola。嘅 AM team 入面有一個招財貓，佢叫咩名？佢叫 Manny， 即係見到 Cola 都有招財貓嘅時候，你點可以唔擁有一隻招財貓咧？咁因為 Manny 咧，佢收得好貴，咁我呢只咧其實就唔係好貴嘅啫，咁只係佢有冇搣？我係冇搣價，小魔，
好貴啊！哇，心靈，我誤會咗你，咁貴嘅呢只追熊貓199元。哇！哇 ，OK， 多謝心靈，希望呢只招財貓可以幫我招多過200元翻嚟。咁我今次咧好簡單，呢只我原價出售199元，想買嘅咧就可以加入我哋嘅 TG Group 啦。咁 TG Group 邊度加入呢，就可以喺個 pin message 嗰度個 IvySo _ official fan club 嗰度，咁見到條 link 就可以撳入去，咁入面就有好多條 link， 咁你就揾出 TG Group 嗰條 link 去撳入去咧，就答啱一條問題，就係我決賽唱咗咩歌。同埋或者係我 IvySo 嘅 IG 嘅名稱係乜嘢？大家記住啦 ，IvySoo 係兩個 Y 三個 O 啊！好啦，大家如果想買嘅就快啲去手啊，唔好停啦！好啦，51分啦，真係拜拜啦！好啦，我會 save life 嘅，拜拜。